我们再查一起印度小样啊。你曾经卖过印度神油，我认识几个白血病人，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？介绍一下，李书义。你要是帮我，有药吃，有钱赚。这家也挺好。你要是不帮我，你摸什么？我想起一个人，动物群的群主。他这个样子是他妈病人，黄狗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是会讲英语的病人？我认识一个，长得特别好。I understand. You have my word. I know. 代理全是你的了。杨哥今天晚上请客喝酒，公司搞团建。太欠火了，把他所有的案底都调出来。哎，滚蛋！怎么了？那能怎么办？预备，上吧！